部电影来演起来，这感觉演得怎么样？其实自己喜欢嘛。啊，自己喜欢。对对，然后觉得因为之前也拍过电视剧啊，对，所以电影是一个新的尝试，那这部戏也刚好是我的第一部电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贾玲战队了。最后一个游戏和智慧有关，头脑风暴。头脑风暴游戏规则，双方每轮派出一人在装置上就位，选手头上悬挂拴有五根彩绳的温水水桶，游戏时轮流向对方提问，若一方在五秒内没有答出问题，则拉扯一根彩绳，水桶先被扯翻的一方失败。本轮特工宋茜可在对方水桶中再加入一瓶水，特工贾玲可在对方的彩绳中去掉一根错误彩绳。好，谁先来？一对一的。对面的女特工宋茜，对面的女特工宋茜。干啥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啊，来吧。为什么情不自禁的想去拉自己的绳子？来吧，我要用我的技能。加一瓶水。哇，什么？我们让一位工作人员上来，直接往贾玲的桶里加一瓶水。哇哇哇！贾玲，请提问。你最讨厌王祖蓝的三个缺点是什么？个子矮，嘴唇厚，眼睛大。什么大？眼睛大啊！小心！说出你最不喜欢吃的三个菜。没有啊，没有。什么菜就喜欢吃？这个好难答。二苦瓜。一没有了，时间到了，全部都喜欢吃。我就没听过贾玲姐说不爱吃什么。你一沾吃的，立马那脑袋就短路。倩倩，选择一根绳子。你没有一点对于老艺术家的一个爱惜吗？老艺术家身体有点不好。你这个狠毒的人。咋两根呢，宋茜？无所谓，怎么可能第一次就泼到我？不怕，没事，不可能那么准。来吧。来了。无所谓，怎么可能第一次就泼到我？无所谓，怎么可能第一次就扑到我？够了，这一个下午还不够吗？我的特权还没有用呢。你要不要再试试？啊？再试试。他们俩站在这个桶下面，一人拉一根绳，看谁拉到吗？哎，我们就不相信他那么倒霉，就生拉好不好？今天就是女特工之间就是撕破脸，来和他拼了。我今天就要为老艺术家争光，我先来。雨披要吗？雨披要吗？不要，雨披要不要？马上要失身的喜剧女演员。下一个就是你，你。哎呦！我也可以赢，我们也可以胜利。贾玲还没胜利呢。上帝是没胜利，还没到胜利呢。为了维护我们的尊严。你们过分了吧？你们做不赢做成这个样子，我拉下来了。没事，如果你拉完这个，你去掉一个，那就肯定中，直接拉。妹妹，对不起了。姐姐干嘛？事情啊，选哪个？姐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地表最强，对方投降，绝对不可能，贾玲必胜！贾玲必胜！去掉一个错误的。
起来，快，太丢人了，快，太丢人了。啊！上面，够了！你就来这一期，你这个人物立住了，我告诉你。虽然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期，但是舞台能留还是留一会儿啊。好了，下一轮头脑风暴谁来？小王来。沈腾，你上，你上，赶紧上。你笑啥？老沈对小王。我觉得作为年纪比别人大一轮，根本就不需要用雨披啊、雨伞啊这些东西作为辅助。本来想去拿的。我觉得小孩可以用，但是您老头才容易着凉呢。贾玲姐，贾玲姐，好歹我也是当了十二期队长，对沈腾哥我还是有信心不用雨披的。嗯，哎呀，最不想看见的一个人。穿上吧，穿上吧，赘肉吓死你们。这轮双方都是不穿雨披、不用任何护具的。两位都准备好了，沈腾，提问开始。你最喜欢的三个老艺术家在座的，沈腾、贾玲、杨迪。行，你觉得在场最不搞笑的三个艺人？你、他、那个祖蓝。你给我记住，你给我记住，我记住你了，我记住你的三个部位是哪三个部位？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嘛。贾玲姐的三个缺点。我哪有缺点？脸大腰粗，屁炸。好，你是助攻吗？好，贾玲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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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50%的概率。那我还玩吗？要玩，玩呀！我就把这俩绳系上，完了我之后就上吊得了。要坚持。来吧，下一个问题。你喜欢穿有洞的裤子？有三个理由：凉快、便宜、实惠、性感。错了吧？来，我送你一个。来，说了四个，错了，说了四个，说了四个，说四个，多说一个。我们只要说，我们只要说。比你脸上纹多了三个女艺人，再也不敢说贾玲了。那个，杨姐，这轮沈腾的水桶先被扯翻，小袁获胜。哎，涛哥，我觉得我有点欺负他，毕竟老艺术家嘛。我四根，他两根，你给我去掉一根，我再继续跟他比，我不怕的。哎，叔叔就喜欢你这得便宜卖乖的样。来，这根我给你选。不是你，原来你平时睡醒差不多就这样是吧？怎么样啊？很自然美。行，你给我记住。你们看一下常远的表情，因为他一直在环顾四周人的惨状。刚才一直在练憋气呢。来吧，常远，咱俩速战速决。反正咱俩也是30年的友情了，然后是不是继续咱俩的友情，就看今天晚上看看会不会有劲。对，你们认识多少年了？三十年，小学同学，小学同学。呀，岁数那么大了呀！哎呦呦呦呦，我们俩6岁就在一起，同桌。6岁就在一起了，然后认识30年了。咱俩快点吧，速战速决，就是互相说缺点。行，开始了啊，互报缺点来。你个高太高了。你脸太小。你脸太长了。
我，你腿太细，腿太长。李小璐，我给江亮亮打电话了啊，你显然腿太长的是缺点吗？来，我就选腿短的。你太会生，你写纸条写的年纪太小了。给女生写字条？不是，给我写纸条。哎呀，怎么就爆出秘密了？你太讨厌了，真的说不出来了，得拉了啊。哪个？你觉得它像什么颜色，你就拉哪个颜色。对，就是这个。紫色，拉了啊！快点！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！哎，没有，吓死我了！还是问问题吧，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缺点，实在没缺点，对不对？提问吧，你俩来问。你给我写小纸条的三个理由。你好看，我早熟，那会儿我单身。喂，哥，你叫路哥。提问，最满意自己的三个器官。器官。我的肝，我的胃，我的脾。你也问他一样的。对，你最不满意你的三个器官。脸、四肢、中段。你最讨厌的三个女演员。什么？五四三二一。时间到。下一个。当年那字条你回他了吗？没回。我都不知道。没回。直接被他妈截胡了。被我妈发现了。那应该还有这份情谊在。我们看长远选。30年的友谊。我这样，人生有这样一句话，来，你往前一点。怎么一起扛？一起同过窗，一起扛过枪。不是，咱俩认识30年，然后呢，有一句话叫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来，一，二。是不是继续咱俩的友情就看今天晚上看看会不会有劲。对，中了。哇，后面主要是后面很准啊，前面应该。我真的是懵的。长远，我还给你了。长远，你有事找贾乃亮去啊。这边出个谁？再来一个男的，就剩我了。谁来应战？这样，我们队就派出一个颜值相当的吧。杨迪。好，就是我本人。你居然这么有勇气就走出来了？因为我看了一眼，确实我颜值比较相当。你看看我们那边，是你的视网膜有问题。你的视网膜最大问题就是你没有视网膜。走开。准备好了。提问开始。您上过最无聊的三个节目。哇！哎，不是，哎，我这个好。4、3、2、1。每个节目因为有我的存在都不无聊，我不拉。哦不，我拉，好吧，你来拉吧。我就从左边开始了，先选黄色。不可能一来就中。来了啊，来了。好，杨迪，请提问，请说出三个影视剧里面你觉得应该是你来演的角色。五、四、三、郭靖、二、杨过、一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好吧。小龙女。小龙女我都说了，来吧，小龙女我都说。哎呦，水没下来，你想拿绳抽死他是吧？鞭策他。您最不喜欢的三位导演是谁？马导、张导、李导。谁呀？自己去想，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本名，我就都要喊他们。请说出你最不喜欢的三个导演，要全名。我是王平、望平、望平，哪有姓望的？你最讨厌的三个歌手是谁？宋茜、李小璐、贾玲。你还好意思唱歌？嘿，
你也配？小鹿算是歌手吗？有啊，东方美，东方美。无论你是哪一种东方美。小鹿认不认自己歌手的身份？不认。他不认，接商演的时候不准再唱歌。啦啦啦啦啦！特别疼，这个真的就中了，不可能中，来，这个真的就中。请说出你刚刚最讨厌的王聘导演的三部代表作。5、4、3，家在北方，家在南方，家在西方。真能掰，真能掰。您最不认可的三部电影是什么？家在南方，家在北方，家在西方，就这三部最讨厌看。请说出家在南方这部电影的三个细节。天气热，不下雪，常年下雨。我们不要在湖边乱走了，好不好？要干什么？哎，一会儿我们自己写个剧本。作为一个制片人，我都不得不把这三部电影拍出来了。明天就上了这个电影。你人生中最大的三个怪癖是什么？我第一看《家在南方》这部电影，第二，经常三天不洗脚。三天不洗脚。咦？就蓝色了，你拉吧，就拉了。我还等着拍《家在南方》呢，你。好，来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前置2000万柔光双摄，照亮你的美。本节目由 vivo 手机冠名。王牌补水快享水润，温碧泉一号水邀您参与节目互动，补水就用温碧泉。本节目由好口腔吃出幸福感的云南白药牙膏特别支持。我就拉了，我还等着拍《家在南方》呢。你，好，来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三二一走，中啊！王聘导演，下一部戏请找我。帅的！哎呀，我天！没关系，家在东方还没拍呢。反正都湿了。这什么？你疼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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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